做这个橡皮筏子，渡过这渡过那条河，渡过这条河。这，诸葛泉河对面的墨西哥，这边的危地马拉。这个泉河对面墨西哥。这个泉，墨西哥。你不是弄的啥？河对面危地马拉。那边的墨西哥上岸了。他看到警察了，跑快点，使劲的跑。我看到警察了，跑快点，现在已经在墨西哥了。他们是一路跑过来，跑到这个屋子里休息一下。8:10公入境墨西哥，这边都是的，一路小跑过来的。跟着前面走，在前面坐车。打到这个车去卡巴丘了，一路小跑过来。这路两边种了好多香蕉。在墨西哥这边天气蛮热的。民宿11:30来这里，搞了半个小时才进去，现在出去吃个饭，一天没吃饭了，肚子又饿又困。这就是我们订的民宿。上面